给装超市平当甜点一个，中华电信找来全联要跨界拓版图，共组纯网银国家队要争取执照，原本外界看好，不过现在却一波三折。中华电信纯网银国家队命名为将来银行，四大股东持股比例原定中华电信占比 30%， 兆丰银 25.1%， 新光金集团 14%， 全联 9.9%， 但据了解，中华电信被迫吞下一些原本参与意愿高，最后却临阵脱逃所控出的股份，持股一下跃升到 45%， 落得最早鸣枪起跑却最晚成军的局面。商业运转的模式是什么？内容还不是很确定，去吃下这些临时放弃股东的股份，这个对于中华电信未来的这个经营成本来说，都会是比较大的一个负担哦。而最大竞争对手 Line Bank 的纯网银团队早已确定 Line 持股 49.9%， 富邦银行 25.1%， 中信银、渣打银、远传等股东持股都各 5%， 团员早就大致抵定。反观中华电信，不仅纯网银落后，499之乱也雪上加霜，重创今年财测。中华电信预测2019年营业收入2205.6亿元到2229.1亿元，较2018年减少约4.9%。中华电信在这一块当中讨不了任何的便宜，再加上过去在4G的建制过程当中，设备的这个费用也都造成中华电信的这个财务上面的一些负担。专家认为，电信业者恐怕要做出区隔化，才能为营运止血。而对消费者来说，资费大致抵定，影响并不大。三立新闻唐一成、张耀薛台北报道。